Francisco Bay, past B 39, early PM, can't remember what time. Got the waiting cab, stopped at the red light. Address I'm sure of, but it's not just right. It started straight off, coming here as hell. That's his first words, we asked what he meant. He said, where you from? We told him our luck. We take a holiday, is this what you want? It's so sca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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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这么牛啊，好像。这什么？可以吃。什么这个可以吃？当然可以。真的可以吗？以后的。马哥，你回答一下，他这个奶糖能吃吗？这个。好了，我睡。他昨天跑过来跟你睡。咋的呢？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就是动不了了。就突然动不了。就我还能看到你，但是我身体就不动了。多久？而且我还在你觉得旁边有人在看着我。我是不是还发出了两声叫声？好像是。我那会儿没睡成，我说不是咋了呢？然后我还以为你没有在叫，我以为你声音很小。那我怎么叫都叫不出来。哎呦，我听错了，我说咋了？我说你咋了？刚才不说话。我那是想说话。你在叫我吗？我说不出来。你感受到我在拍你吗？嗯。就像在拍你，你知道吗？咋了？你关睡了之后，这样拍你。啊？我感觉你很可怜。想拍你，我想拍你。然后呢？然后我们这会赶紧睡了，然后就睡了。你知道拍什么？拍什么？我一直跟踪他，我找不到，找不找得到他的家？他现在在逃窜。你有见过红色的蚂蚁？我见过窝，就是那种一大个土坑。旁边都是草，但是就那里全是土，草翻开的，然后蚂蚁全从那儿出来的时候，您说了啊，行。为了您秀字，哥，你们整天骗吃骗喝的，这样好吗？等我扛一扛啊！走，准备吃啊！吃什么？吃掉。啊！来吧。来，你们来，我们转一转。那刘宇轩飞哥，你 OK 跟我说啊？哦，我来吃。
证据吗？我有说吗？我抓住了。你们有纸吗？有人有纸吗？是不是？俩本。哇！我为谁报仇了？什么唐人贤啊？哇塞！我抓住你合理了。妈呀！你们俩。我抓住了，我以为我没抓住，一看，然后就飞走了。哇，好厉害哦！那个，哎，这互联网是有记录的啊！准备了，来这儿。别人，你别动啊 ！OK。你想象两只蚊子，别动，两只，哎。拿起来，现在吃啊，吃掉，吃掉完，哎。证据啊！我张明远好可爱哦！张明远吃糖好社会哟、哦！你这个样子就让我刚刚拔完智齿一样。哎，你再拿一个，你再拿来一个。他那个和我拔了智齿其实没啥区别。这边补了一，他拔了智齿的第一天，他们都走了，这个人在医院，然后我在那个宿舍里面，我在玩他的电脑，那个牙本来不痛的，过了一会儿之后，那个麻药的劲儿就过了，很急忙的跑去冰箱，拿了一个老冰棍。直接就往嘴里塞，然后整个人就，你知道那个椅子吗？那个上面看过喂我，喂你啊？啊，我就可以啊，对吧？这种就行了，他大哥就在这儿啊。开玩笑，我两下子给你塞下。哎，开着呢，跟你讲，我们喂吧。这边有点挡，你再往这边来点，往那边靠点。不是吧？冰箱那边。哦，再讲个椅子，我怕他会。右手边那个老师，还有那个。往这边靠一点，往这边靠一点。对，现在我们都喂了，你还不吃？对，夹的夹的夹的，夹心，夹心耶！还有夹心耶，你好不对路啊！来往上看，对。哪有人喂别人往别人鼻孔里？没事吧？看没事。